希望每一个人呢，都能够顺顺利利啊，那个非洲呢，有部分国家呢，爆发了这个拉萨热啊，巴州内呢已经有100多人死亡，而且这个拉萨热呢会人传人的，人传人的，那个。撒哈拉的沙尘暴呢，已经吹到了西班牙这个加纳利群岛，那个黄沙呀，哎呀，铺天盖地的。那里呢，正好有很多的旅客呢，去旅游嘛，都被困在那里，困在那里。所以这个世界呢，有很多的天灾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呢，能够要懂得怎么样。珍惜现在啊，珍惜现在。那个澳大利亚呢，最近呢受到这个经济的影响啊，股市暴跌啊，损失了近500亿啊，所以呢，连续的火灾啦沙尘暴啦，大雨啦，再加上防止疫情啦。实际上都受很大的影响，意大利呢有12座城市呢被封锁，所以呢，这个难民船呢有一艘难民船呢在地中海沉没，所以难民很可怜的，坐一个船碰到大风了，91个人失踪，就是实际上失踪的就是找不到死的了，所以我们。在人间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，这是对人的一种考验。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不要烦恼，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随缘。随缘呢看起来两个字非常的容易，哎呀随缘吧没有关系的，你要做到很不容易的随缘有很深的内涵。第一呢，是随顺因缘，随顺因缘，就是你今天当下的生活状态，你今天已经拥有的工作环境啊、生活环境啊、家庭环境啊，我就随顺着你，没有不开心，我就是这么生活着。我就这么跟着他走，那么你就叫随顺你现在拥有的因缘，那你日子过得也是挺开心的，你不跟他拧着干嘛，对不对啊？你就还是挺好的，因为你觉得现在的生活，我这个家庭就是我的缘分，我这孩子跟我闹也是个恶缘，反正也是个缘分，反正我就顺着他把这个事情把它慢慢的做好，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啊，见的这个人不要看他，我要看的人呢，都是我的缘分，我随顺他，不要看，少看两眼，喜欢看，盯住看，只能这样啊，这叫随顺呢，对不对啊？发生的各种事情，你要想到。可能都是我前生自己造业我造业了，那么这个业呢有善业有恶业，别人对你不好呢，你要想我上辈子没积德没好好修有恶业了如果别人对你好呢，感谢我上辈子可能还念经呢，你看我现在有人帮我，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平静的去接受，坦然的去面对它，那么这就叫随顺因缘随顺因缘。如果自己呢各方面想生活好一点，或者在某个方面呢，在世间上的观念上，你觉得自己想得很对，很成功对不对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。这个都是你的缘分嘛，你很聪明不要骄慢，就是不要骄傲然后呢，
你就想到我今天很聪明，对这件事情理解得很好，我处理得很好，说明呢我前世呢造了某一个方面的善因啊，这样。所以生活条件如果差一点呢，你也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呢，对不对啊？那也是前世我没有种下好的善因，从现在开始我就种善因，我一定能得善果。这么一想，你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首先啊，要理解别人，理解别人呢，才能生出感恩的心，知道自己不足，你才能有精进修行的心出来啊！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啦，修不好了呀，觉得自己不足啊！哎呀，我向你学习呀、啊！哎呀，怎么怎么，总是精进修行努力。所以学佛人真正的有智慧的，什么事情都自己想得通，能够在自己心中先想通，叫圆啊，想得通就是圆。你看看什么事情圆了，它就能跑了。你看汽车轮子啊，它都是圆的才能好。所以圆，然后呢，包容很重要。今天人家讲一句不好的话，你很生气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这个事情我一个礼拜之后我才来想。你今天骂了我了，我一个礼拜之后，我看看这件事情要不要骂你。等到一个礼拜之后啊，早就忘记了。或者你给自己气量很小的定一个啊一个数字，我过五分钟之后我想一想，想通了我就不骂你了，想不通我再骂你。其实就给自己一个空间，不要马上生气马上跳啊，做事为别人想，对人间的人和事，我今天不贪不求就好了，不要去贪，不要去求，明白了吗？这世界上啊，哎呀，这个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呐！啊，讲一个啊小笑话给大家听听啊。有一个黑蚂蚁，大家知道蚂蚁啊，在蚂蚁不是有黑的吗？都是基本上都是黑的。还有一个黄颜色的蚂蚁，黑蚂蚁跟黄蚂蚁呢在公路上爬行。没想到黑蚂蚁呢很快的就追到了，追上了前面的黄色的蚂蚁。黑蚂蚁就说，蚂蚁老弟，你是拉黄包车的吗？啊，黄蚂蚁就说，嘿，小样，那你说说你是什么车呀，黑不拉秋的。黑蚂蚁说，我这可是黑色的奔驰车，那是加长的那种啊。没多久，一条蛇呼啸的从他们边上走过去。黄蚂蚁说，你生气什么？你看到吗？那才是磁浮列车呀。人呐、啊，这个世界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啊，该来的终究会来，你求了总归菩萨会给你的，该走的也一定会离开你，想留也留不住啊。所以有缘分的人就在你身边，珍惜啊，没有缘分的早就跟你 goodbye。所以希望大家凡事要懂得前因后果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有的夫妻吵一辈子还离不开啊？你要非常感恩，这是缘分啊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有的人没多长时间就走了呢？因为缘分成熟了。这什么熟呢？恶缘成熟了，所以果报就产生了。有的人无法来阻挡啊，这个前因后果，所以我们就要知因懂果啊，知因懂果。我们知因懂果的人，有的时候就懂得像河水一样，河水有时候很深，有时候很浅，有时候这河水有干净的地方，也有肮脏的地方。
我们做人要懂得和人交往，你不可能人人都是一样，有的时候要放开一下自己，从容对待啊，你不要去改变别人，要学会去接纳别人啊。这个人你不管喜欢不喜欢，只要他跟你有缘分了，你就先去接纳他啊。所以笑脸是最好的，第一次碰到别人先要笑，这个人跟你善良就来了。而现在的人第一次看见这个人总是这么看人，你跟他恶缘就开始了。所以要让别人喜欢你，要让别人尊重你、关心你，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笑嘻嘻的去接纳别人。人家说什么，你跟在边上听，他很快就喜欢你啊。很多人在别人讲话的时候啊，他总是在挑剔啊、挑刺啊，这个人，哎呦，这个不是怎么讲的了。那个不是这么讲的。好了，时间一长，你就慢慢的得不到别人的尊敬和喜欢了啊。所以愚痴的人总是试图呢让别人去理解你，有智慧的人呢总是呢让自己去了解别人。所以师父希望你们每个人多了解别人，你的前后左右啦，你的家里的人啦，你对他越了解，他越会对你好，你对他越不了解，他会对你越差。所以要学会试图了解别人，这是很重要的啊，很重要的啊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要相互了解别人啊。你看看一个现在的老爷爷对年轻的人讲话，很多新的名词他不懂啊，他不了解年轻人的一些东西啊。说有一年高考之后啊，他知道自己呢考得不怎么样好啊，他就自己对父亲如实说了考试成绩不理想等等啊。这爷爷也在边上啊，那个父亲呢啊，听了他儿子说的他功课不好，就非常无奈地说，哎呀，不行的话啊，那就复读吧。这时坐在一旁的爷爷非常生气的，考不上就考不上，复什么读啊。闽南话实际上很好听的，闽南话很嗲的啦，闽南话很嗲的啊。东北话呢很豪爽啊，抱在我身上啊，怒怕唬人啊，什么都会讲。那然后呢，山西话呢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呢，就开始啊酸溜溜的话就出来啊。北京话呢就是爷们儿，就开口爷们儿啊。然后呢，四川话呢有点辣人啊。这个山东话呢冲人，讲话比较冲的 啊。那么听好了，接下来告诉大家了啊。婚前，结婚之前，女人的语言是闽南话啊，嗲得很。男人的语言是东北方言，豪爽得很啊。结婚一年，女人的语言变成了山西话，酸溜溜的感觉。男人的语言呢变成了北京话，越来越爷们儿。在家里，老子我说了算啊！啊，好了好了，你走开点啊！我来，这个慢慢的。结婚三年，女人的语言呢变成了四川话，辣人了，开始讽刺人，辣人家了。男人的语言呢变成了山东话，啊，你算啥麻子啊？啊，你可以滚蛋了啊！臭人，就你这种人啊，什么都做不好，您能做什么东西啊？好了，那么最重要的是结婚七年之后，大家听好了啊，结婚七年之后，
男人女人的语言才方才一致啊，两个人语言才一致了啊。什么语言呢？哑语。大家帮忙都讲话啊，有时候实在不开心的时候，不是用哑语，用肢体语言啊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为了活跃一点气氛啊，在家庭里面挂挂彩啊也难免的啊。这就是人家说的，人为什么会慢慢的离开不了解啊，就是心态的变化，没有珍惜。不忘初心，就是你要想到你开始的时候你那种感觉要找到了。哎呀，开始的时候那种感觉呀、啊，你永远记住，你就永远感恩呐、啊，对不对、啊？所以很多人学佛开始看见师父的时候，哎呀，师父啊，我一定好好学啊，学到后来呢，那对不对、啊？没有初始感觉，所以要不忘初心啊，啊，方得始终啊，啊。所以啊，人与人之间的相识啊，是一种难得的缘分。无论我们遇到的人他是谁，都要尽可能的去善待他啊，对他好一点，有什么关系的？就算不认识的，哎，你好，热情一点，有什么关系的啊？对不对啊？尽量对他好一点。你知道，你善待别人呢、啊，你就会让人与人之间多一些谅解。你对人家好一点，人家会谅解你的。有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排队的时候一个微笑，他就说让你先排在前面啊。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谅解啊，多一些温暖就会多一些慈悲啊，也会为自己带来欢喜的善缘啊。所以善缘怎么来的？从微笑开始。善缘怎么来的？多一些善待啊，对人家好一点。好一点很容易的啊，有的时候放下自己就对人家好一点了。为什么不能放下自己呢？对不对呀？你一定要，妈妈冲着孩子，我是妈，你一定要听我的。那孩子慢慢的时间长了，他就不卖你账了。你说孩子啊啊，妈妈跟你讲真心话哦，妈妈告诉你哦，妈妈有经验哦，什么什么，你跟他好好讲，孩子就听了呀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有个性的呀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世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有的时候人的缘分呢、啊，到了就到了，不到了就不到了，不要去过度的追求。在欧洲波兰啊，有一个美女赶时髦，她去把自己的眼球染色，你想个眼睛眼球都可以染色，然后呢手术失误导致失明，两个眼睛漆黑啊，整个就变成瞎子，你怎么办？你们告诉我。所以一个人呢，该做的就做，不该做的就不要做。而且现在很多人呢，好面子，死要面子。哎，我现在接下来讲的这个新闻呐、啊，典型的一个叫死还要要面子啊。南京有一个男子落水之后啊，他漂流两天被人家救上来了。人家问他，你掉到河里去了，你为什么不叫呢？他说啊，人太多不好意思。泰国有一名年轻的女子跳河自尽，结果呢，因为呢她会游泳啊，她跳下去之后呢，她觉得这么苦啊，我不想死了，边游泳边哭啊，然后被村民看见了，马上报警把她救上来。那么对跳河的原因呢，这个女子不愿意说，随后呢，警方通知她家人把她接回家了。这个有人就说了，跳下去那一瞬间可是真的绝望，
游泳又给了他希望，所以多学几门技术啊，不会压死人的。所以啊，人啊，人生就是这样啊。有一个55岁的英国男子，英国的男人啊，记住了啊，男人生什么病啊？患上乳腺癌啊。那么人家帮助的小组，他打电话去了，人家小组就是那种电话的医疗小组，想帮助他，人家不愿意帮助他，说他是个男的，人家不要他加入。你说现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啊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，所以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改变啊？心态决定你的人生，所以心态是最重要的。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呐、啊！你今天心态好，你就是个主人，你能在生活当中啊控制住自己的遭遇啊、烦恼啊、痛苦啊，你全部能够控制自己的心态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自己，你改变不了别人，你能控制自己啊，你会让自己改变。人跟人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，真正的区别你们知道在哪里吗？心态啊。一个好的心态的人天天开心啊，一个不好心态的人，就是你有再好的遭遇你也会痛苦的。所以真正的人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态。你看我们现在啊，有时候不开心的想想，我学佛的啦，我有业障啦，我念念经啦，对不对啊？被人家骂几句啦，肯定我前世欠他的啦，我被他骂的啦，或者我骂过他啦，你总是这么在想，你就在调节你的心态啊。所以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啊。一个人心态不好，你说到处都会找麻烦啊。你看看美国老人在家睡觉，突然被屋旁的60米高的大树倒下来砸成重伤。你说你在家里睡觉你都会被砸成重伤啊、哦、你们想想看，这种事情你们会发生吗？不会吧，菩萨保佑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啊，人生气啊不如真气啊，你生别人的气你不如争口气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啊，啊，你一辈子不可能处处是逆境的呀，也不可能一辈子都是顺境的呀，有巅峰也会有这个谷底呀、啊，啊，所以碰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不要垂头丧气啊，要面对挫折，不要去抱怨呐、啊、生气呐、啊。否则你永远是个弱者，你碰到了烦恼啊、失望啊，你就要好好的奋进，好好的努力，我来改变它。因为我不好，所以我要好；因为我现在不行，我就要行。这个才叫精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佛。所以人在学佛当中啊，啊要。懂得情绪就是你的心态，情绪要稳定啊。一个人一生要成功的人，要不做错事情的时候，要学会你的情绪管理好，要稳定啊。你看重庆公交，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坠江事件，对不对啊？你想想看，就是因为这个司机和这个乘客两个人控制不好感情，拿那个包砸那个司机，结果整个一车开到江里去了啊！所以内心宁静的人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们看，学佛的人静得下来，你看我们学佛的人静得下来，静得下来的人不容易做错事情啊。你去看做错事情的人都是暴跳如雷啦，都是失控啦，放不下啦，
狂哭了，狂闹了，发疯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慢慢的要学会啊，学会不管做什么事情啊，要慢慢的去理解别人啊。现在很多人记性不是太好啊，记性不是太好。说有一个人的啊，这个大叔啊，他家里的小狗狗丢了。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养宠物嘛，家里的小狗狗丢了，这个大叔呢疯狂的到处去找，他突然之间看见一个老大爷啊，老大爷在那里打拳呢，这个大叔就跑上去，哎呀大爷，你有看见我的狗狗吗？这个老大爷说，哦，是不是那个金毛还穿着黄色马甲的？这个大叔激动不已啊，哎呀，抓住那个大爷说，对对对，哎呀大爷你看见了？大爷说，没有，你已经第三次问我了。我们跟你们说啊，唐朝还有一个人整天忧郁，人生的苦难，事事不如意，他想去寻找一位高僧，希望得到解脱。高僧呢，在一个水缸里倒满水，就问他，孩子啊，人生是不是甜酸苦辣？这人说，是啊，这个师父啊，太苦了，苦得我已经不想活了。高僧拿了一点醋、糖、辣椒粉、苦瓜粉，说：“孩子啊，这就是甜酸苦辣啊！我现在把它放在水中，你看，水非但没有满出来，味道也没被它污染，反而这些糖啊、醋啊、粉末啊，很快都被融化了。”高僧就跟他说：“孩子，你现在看见了吗？”人生如水呀，你要学会融化一切烦恼，要包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果报，所以一定要学会知道这些果报来了，我包容它，我接受它，我才能改变它。请你们说说师父的这个座右铭是什么？你看了吗？无欲自然心如水。师父就是告诉你们，心要像水一样，因为水能融化一切。人的心啊，像水一样的干净纯洁，给人家带来滋润。不要像严冬的酷暑一样，不要像雪花一样让别人冻得发紫，所以要用水呀、啊。所以当别人再怎么厉害，你用水去对待他，你就是对方是一把钢刀，斩水水照流啊。所以心要静如水，明如水，清如水。所以无欲，我已经没有欲望了，不管你怎么做，我不管你怎么样，我像水一样的安静和平静，这就是学佛做人啊！希望大家好好学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师父要告诉大家啊，师父要告诉大家，人生啊，就是一次长途的跋涉，走好每一站，走好每一步，珍惜沿途中的每一次的感情生活啊，学会啊，懂得别人对你的感情，生活好自己，那就是一种感恩。如果你在生命当中不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人，只爱自己不爱众生，
你就会活得非常的孤独。只有把众生放在自己的心上，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我没有迷茫。因为心中有众生，你会得到众生的爱护和帮助，你就不会离开众生而产生孤独感。所以内心的苍凉啊，就是你没有众生和智慧。所以很多人没有朋友的人，他活得就非常的苍凉。一个人到处都有朋友，这个人活得非常的精彩。看一看你们生活当中你们朋友多不多，就知道你这个人自私不自私。不自私的人谁都喜欢跟他交朋友，自私的人谁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，跟你们一样。就希望大家要明白自己，你才能信任别人。你连自己都是迷惑颠倒的人，你会忘记你的智慧在哪里，你身处在何方，更会脱离众生，造成你孤独的人生啊。现在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这个精神上啊，还不去讲他了，我身体也不好。所以师父告诉你们什么叫健康啊？什么叫健康？很多人连健康都不知道。健康是什么？哎，身体好。你真去了？健康是什么？健康就是使自己不受罪，我懂啊。健康就是使自己不受罪，健康是儿女啊不拖累。你健康了，儿女就不会被你拖累了。所以很多人折磨自己的身体，实际上你就是给自己找麻烦，你拖累自己，拖累自己的亲人孩子。健康啊，就会少拿医药费啊，健康就能节攒你的养老费啊。健康那是一种无形的资产，你们今天有身体，你们还能出来度人呢，还能念经念得动吗？如果你们今天都是念经都念不动了，你们坐在观音堂里面整天念两次经马上就睡着了，你想想看呢，这多惨了，对不对啊？一张小房子都念不出来啊啊。所以这个疾病是一种恶性的透支啊，所以生病了透支了，家里财务透支了啊，大病会倾家荡产的啊，大家懂吗？啊，辛苦奋斗几十年，一场大病回从前啊。你刚刚看生病能生吗？现在生病生不起呀、啊，对不对啊？爱妻爱子爱家庭啊，不爱健康等于零啊。所以每个人都要学会爱健康，爱就等于爱众生，对不对啊？你说，从师父讲起来，师父爱你们弟子，我要保证自己的健康，我才能弘法。从你们来讲，你们自己要保护你们的健康，你们才能以后照顾你们好你们的孩子，对不对啊？自己弄得浑身都是病，以后你还照顾孩子啊？那孩子来照顾你啊？而且现在的孩子要照顾父母亲不容易啊！啊，那他们有几个能够照顾父母亲的、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父母亲还不舍得去用孩子，哎呦，他很忙，他上班，他有家庭，他也要照顾孩子，所以父母亲自己扛啊扛啊扛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学佛人懂因果，珍惜缘分。有时候想想为什么别人不喜欢我，不理解我，其实不需要任何理由啊。一是你的缘分，二是你的为人。
你做人做得好，人家照样喜欢你，对你好。你有缘分，别人也会对你好。如果又有缘分，你做人做得好，你这个人是做人是成功的人。所以希望大家懂这个道理，不要给自己找很多的烦恼，学会给自己一块净土啊，就是给众生一个心灵的啊陶冶，不争不抢的生活，就是你借假修真的真实写照。希望大家要不争不吵，好好的活着，能够用思维上的啊境界来过好我们的人生，不要做人性颠倒的事情啊，就是说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不要看到人家不好了你开心啊，活该啦啊，他就该倒霉啦，你看看他倒霉了，你看我还很好，这种幸灾乐祸他就是不好啊，不要去反过来去做这些事情啊。所以下次继续跟大家讲这方面的问题啊。好，现在的人呢啊，真的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，在英国的2月26号的啊这个啊《每日邮报》当中报道，英国一个模特5岁醒来全身瘫痪，当时他还觉得自己是做了一场噩梦，结果醒过来在床上不能动了，其实就是中风了。所以你们每天早上起来，哎呦醒过来了，先动动手再动动脚，哎呦没中风，哎呦菩萨保佑，哎呦心脏还跳，哎呦谢谢菩萨，就是这样，学会感恩呐、啊！你天天感恩一次，护法神就给你勾一次，因为感恩那是一种道德品质啊，人家对你好你感恩别人，那是你的品质很高啊，人家做一件事情你就谢谢别人，做一件事情谢谢别人，人家还会认真的再帮你继续做。家里也是这样，跟孩子也是这样，做人也是这样，所以道德品质非常重要啊！不能因为你自己，然后啊就亏欠别人啊！你看看看，印尼有对夫妻欠邻居老太太100块钱，哎，印尼100块钱是多少钱啊？1块澳币吧，啊，都不到。我不知道他写的这个100块是哦，61个令吉，101块人民币，结果上门去要啊，被上门诉要，然后他居然不还人家钱，恼羞成怒将对方就杀死了。你想想看，现在的人100块钱就杀一个人了，你看看现在的人脾气多大多大啊，多大多大。一个2岁的女儿尿床，美国的28岁的母亲就把她淹死，判刑18年，这是真的事情吗？我们人现在越来越缺少忍耐了，所以师父跟你们说，你们见师父一次啊，就学忍耐一次。你们可以坐在下面忍耐师父给你们讲2个多小时，我感恩你们啊。有一个英国的地铁报说啊，你看看啊，美国的鹦鹉啊啊，这个他家里着火了啦，没想到这个鹦鹉啊会叫哦哦哦，就叫火，结果惊醒了10岁的老两口，爬起来就逃出门，鹦鹉最后被烧死了。你看看这个鹦鹉救了这2个老人家，鹦鹉被烤焦了啊啊，家里的4条狗都不幸的离开了。你看看看这个老人家上辈子一定跟鹦鹉结了那个善缘，他舍命来还他的命，他来救他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人真的是这样。好，那么今天呢最后呢跟大家讲2个笑话好吧，
今天呢跟大家这个白话佛法就讲到这里啊。这个笑话呢要用点智慧的，用点智慧的啊，动点脑筋挺啊。说前几天呢有一个丈母娘到他们这个女儿家和女婿呢小住几天，那个晚上呢这个女婿的老婆呢，就丈母娘的女儿了，在厨房做饭，这个丈母娘呢就偷偷的把她女婿找过来，哎，你过来过来，给她女婿500块钱，然后对她女婿说，乖女婿呀，我女儿看得紧啊，给你点零花钱也算私房钱，我给你了。这个女婿特别感动，小声地说，妈，我已经藏了私房钱了。这时候妈妈脸一变，女儿进来，帮帮帮帮帮帮，女儿跑进来了。丈母娘说，你看看女儿，我说的吧，剩下的你自己处理吧。这个丈母娘简直就是007啊，啊啊，007啊。好，再讲一个啊，有一个女同事啊收到了啊一个男朋友买的 LV 这种包了，她在同事面前呢就炫耀啊炫耀。突然一个男同事呢就对这位女同事说，哎啊，跟这个女同事说，哎呀，你男朋友跟你买了一个 LV 的包啊，哎，那个我给你点钱，你能不能把发票卖给我啊，就买这个女同事的发票吧， LV 的包。那女同事不知道啊，哎，你要买发票干嘛？这个男同事说，哎呀，我的女朋友一直想要一个 LV 啊，可是太贵了，我买不起啊，我有了这个发票买一个假的，我哄哄女朋友开心就可以了啊。突然这个女同事好像有所发现什么一样，立刻拿起电话就打电话给自己的男朋友，问他，呵呵，你老实说发票多少钱买的？没想到对方男朋友在电话里说，哎呀，被你发现了，那这个你都知道啊。你是不是找卢台长看图腾看的？好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天天法喜充满啊！我们一定要祈求啊，这个疫情早点啊结束啊，让我们更好的弘法度人，希望世界更和平，希望每一个人都平安吉祥。谢谢大家。